14日，中国男星高云翔、制片人王晶悉尼涉性侵案听证会，继续在悉尼中央地方法院进行。上周五的听证会上，控方、被告律师就受害者证词展开记辩。近日，法官将决定受害女子是否提前出庭质证。在律师、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高云翔再一次一身黑色西装现身法庭，表情凝重。比起保释后第一次出庭，他消瘦了许多。